어쩐기만 남기고 갔단다. 韓國女團 BLACKPINK 成員 Jisoo 推出個人單曲 Flower 之後，開花舞可以話掀起咗拍片跳舞嘅熱潮。除咗隊友 Jennie、Rosé、Lisa 之外，有唔少藝人到跟風大跳。Dodo 鄭裕玲仲特登揾細貓做私人排舞師，喺韓國一齊拍片跳舞。而呢排日本都有神曲推出啊，叫做 Baby U， 首歌超級洗腦，聽一次已經中晒毒。 Angelababy 都有樣學樣，見佢着住黑色背心，露出小蠻腰，成個人望落去就好似漫畫度行出嚟咁樣啊！加上手勢舞簡單易跳，大大增加咗整體嘅可愛感。難怪何超蓮、楊超越、谷正義都跟住跳啦！相信呢首歌同手勢舞都好快會喺唔同嘅平台度出現，唔知到時會唔會勁得過Jisoo嘅開花舞呢？